当时没有想的会去把自己所有的感情、所有的精力投放进去，就想着啊，给自己创点收入。当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那种感情是不是说能藏得住的对孩子的这种爱啊？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做母亲的嘛，每一个孩子，他的这个身心各个方面来说，我必须要掌控的，离家不离爱嘛。我班里面高兴的一些，今天老师让我们自己扫雪了。去扫雪了？打雪仗了没有？堆雪人了没有？没有。拿了雪了。我拿了四个。四大名著是啥？杨王的。三国演义。三国演义。西游记还有什么？